保安的早，是啊，十二点五百九分。時間十一點零零咧，即係三號先。我留咗講一樣嘢，就係由呢個5月21日，雖然大家都會知道啦，就係城市大火咧冧天花事件嘅一年。你應該記得呢件事。我喺亞馬遜嘅先都講過，喺舊年嘅5/21。Here's your man. Pick it up.啲頭先走咗去行下啦，4:30行到5:20。啲5:15經過我哋個學校咧，見到有幾個人走離開學校，嗰啲學生嚟。跟住之後講邊回一啦。首先第一波西遊三波啊，一日嚟即刻變第四，第二波呢第二波第二個邊境咧就30%-6%。開頭我試過送波吉士咧，佢叫波博，跟住 T back， 因為佢第一名隔離一隊高分嘅，但最屘都我高分啦，最屘得 Jazz 上咗15個。開頭我爭出 Jazz 之前上咗10個。成日需要啲軍炸機，次次玻璃火花喺度射我，梗係一擊中即刻爆炸，即刻爆炸啦！點解即刻爆？第二個邊境之後，狂言入影啊！佢嗰班敵人完全俾我哋自己 cam 曬，跟住完全都輸曬啊！1/1比100幾，跟住爆火咧，真係16%-5%。嗰個 Janice T 啊，唔係跟住第二個女明星嘅第二名啊 ，Janice T 上咗5萬幾，又11次，我第一名。跟住第二。啲爆火咧，我16%-5%，但係我有2次俾佢真射死咗。啲要望我裝備先，物創唔大，我想曬嘅係大。跟住格拉巴山咧，最尾咧，真係而家真係超級外掛。呢個唔算超級外掛。開頭我企喺邊度？企喺架車附近，喺架山上邊，諗住想揾個人先追擊啊！開頭我以為射死嗰個追擊手唔係。一射射先，之後嗰個咧係 level 20嘅 David 1988，攞住支 Luz 機槍輕量化，即係雷士機槍 Luz 機槍叫。哇！點解一炮點解一槍射死一條友仔？於是佢射出嚟就話 David 1918黑，跟住又話。亦都有我啲自己友就話佢外掛啦，起碼有2-3-4個，跟住又係話 fuck you mother bitch， 我講得好啊，跟住最尾二區俾敵人扯，我就即刻翻去扯，當時我就揸坦克車，又有啲迫擊炮射我，跟住臨完咗嘅最尾一秒咧，偏個 David 1918喺我前面射唔死佢契弟，跟住冇喺我前面話笑。哇！好幽靈啊，呢個係。
哎，所以外掛唔使認啦，我一擺喺邊上面嘅 c a 如果你想認嘅，擺認咗佢。哇！咁呢啲都唔算講廢，呢啲都唔算講壞話喎，唔好意思。你話唔好喺咁多人面前講壞話啊嘛，咁我而家就話一個外掛嘅人都唔算係壞話，唔好意思。點解咁多外掛？我已經清楚到外掛得比較多波嘅。俾機構你啦。我寫得話外掛者 David 1918 Nico 20，今日擺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就話，我還以為是 JG 3，誰知道是第二寫得佢外掛。點解外掛最多都係 level 低級嘅，都係32、30級？但有人玩個 TQ 咩2918嗰個又外掛喎，嗰個點解外掛話事喎？我俾你十兩次，收咗零次，唔好意思。啊，舊年5月啊，三號真係好辛苦啊，7:30先放學，因為5月23號放完，我3:30之後仲要出去旺角嗰度做專題練習喎。嗰陣又要收好多問卷，又要拉咗啲學生仔、學生妹喺度做問卷。即係知唔知搞到我嗰日流咗好多汗，又要騰嚟騰去，跟住就話幾失禮，要求有三個女仔企喺，唔知乜有隻區位，要求嗰三個女仔面壁埋牆喺度寫嘢，但實際上真係冇辦法，唔好意思。跟住影相，你記得嘅我玩地鐵人懂嘅講過，我記得好似。